你今天买应该是买第三礼拜、第四礼拜啊，是啦。我请一下你讲啊，求婚是情会。 我卖当做一百都少，还卖你一百，卖你百五，我阁有赚钱，我也袂晓做。我若要做品牌，我若袂晓做。我是要做大包来卖你两百，咱买两百块，咱百较济，食较实在。啊，我讲有理无？这品牌甲你做个，我卖当叫伊包，我这个成本啊低，还卖你一百，卖你百五，阁有赚钱。我来甲做大包，行啦。会当卖哦，久久长长，食着你又阁来讲啊，这个头家你做品牌有信用，这大包的包阁下济。啊，这一只外口食着五六百块啦。 两只价钱千外块啦，我也免和你开，先开八百啦，好不好？一人买两只，等于一块卖啦，哈。这两只花你钱，花你八百，拢做唔免。这两只我若卖五百，你买无百才济啦。新价钱的一二三五的了，四百了。来四百一个。来你要食一百咯，大包四百，你相信我，四百。来咯。四百块上面写羊肉炉。四百啊。过两要食油。来超级。给一包五百咯。四百块两要来无？ 四百块，两要来无？四百。啊，是毛豆两包。OK。啊，是毛豆两包。过两要羊肉卤的无？还有人要羊肉卤的吗？羊肉卤。你的五百拢补一下。拢有啊，都有人哦。啊，这恁够两包，别过你别一包一块卖无？咱开两百块，加食一块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恁买别过试食两包了，有没试试？有没试食啊？无两包。两包。你甲我帮我刷出来，这默默过了。 我给你先刷，你莫吃。一块卖啦，一大包，一个肉丝啦，莫一个细包的啦。来啊，鸡薯条哟，鸡薯条了，过来，我要换鳕鱼啊。来，你莫要倒油。来，上面一只鸡薯条，这鸡薯条那鸡块跟那薯条，真鸡节的好食。一包八百，两包三人，唔免三人，两包了。来，两包，三包。 够啦，个鸡块钱。两百块。哎，两百哦。鸡薯条两包。个两包啊！啊，我来试两包，来，你有提过一个。三包诶。三包是啦，开三包。箱里面的。我知，够两百来无？两百，一块卖。来一千块。真好食哦。真啊，鸡块拉。来个来，这边。你个人要买一包一块卖嘛？一百咯。一百。是有人点买出来？地瓜。地瓜可以不？一包椒好食，你买咩？ 地瓜椒好食，你买。啊，这个要吃，个要吃。地瓜皮啊，好啦。一百。等下，哎呦，你会袂当下啊下啊，我看无。来，上面食地瓜。来边啊。你是要食上面地瓜？薯条吗？哦，地瓜薯条这啊。伊这就是咱咧讲个地瓜薯条，韩式啦。这做甜的，韩式的甜，这一包百五两包三包，唔免三包，这两包我食送你。有够俗，够有够好食，两包了。两包。 两百块，哎，两百哦，甜啦，好食啦，真正啊，这季节做点心袂歹哦，两百块，两百，够两要食薯条无？一百咯，咱试食哦，一百块，大家试试看看，好吃，哎，试吃哦，有啊，谢谢，放心，等我来试，我先来画一个，我重重要，让人，我若这边食蒜泥，我先后边，太贵，太贵，来薯条皮两百，鱼两块，来，上面菜头粿。 我那边来，上面只给两包黑鱼，两包，上面只蒜泥的，蒜泥要只五百了，五百块。来一个啊！这蒜泥一个五百，蒜泥两块，蒜泥三块，一斤的冰是全部啦，这三斤上好，哦，真正一斤恁金块，我全国全部都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，给你七块给你，唔免一千啊，五百了。来个五百一个，蒜泥金块，五百了。 来啊，金贝啊！一人做饭就够可以啊，咱不是不会啊，真正把道理就。不能分啊！五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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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能分啊！
收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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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一
七月。我八个买啊。哎，我买啊。个人要买三百的嘛，是买了买三百嘛是买啊。三百的。我嘛是想我你啊，三百买来哦。啊，几买来三百？啊，你买啊？三百哪买来无？哎，三百。三百拢有啊。来，接啊接啊接。头前啊。头前啊。快点落。二来。个有买三百的嘛，赶紧啊。哎，三百啊。拢有啊，有啊，来收啊。好了，你帮我收。来一千块。谢谢。来钱，一千块来。来不要，你买啊，啥物恁跟我讲。来五百点一个。菜刀过来去个。来五百点一个。有啊。有。这个天吼，这个天足麻烦的，穿厚的吼，伤热；穿薄的伤寒，真歹处理。啊，拄好我厚的薄的拢有做。来，我来讲吼。今天你要吃菜刀粿，卖三包，只要五百啦吼，来两包好哩咯。来两包啊！头前街。二来头前街啊！我打完电话了。一包八包，两包三包，三包四包，来两包好哩咯。来两包。来，搁有要吃萝卜糕哇，菜刀粿。萝卜糕。真好吃哦，这真正足香的哦，伊这有加萝卜的哦。搞两杯杯一百块试吃无？一百块。一百试吃啊。试吃看卖一百。试吃一百哦。有啊，好，好了，我来介绍一个物件了，我甲你卖了吧。贵。啊？贵啊？芋桂、芋头，有我有做。芋桂啊，芋桂起来，对对。来，你到人要吃这个鱼翅羹，一包两斤，用我烧，料甲汤头你就好了。这点无好，五百五，两点千几块，唔免千二，两个人加买就好啊。香菇就做好食，连你若你吃盐水的人家，加用加一寡盐水就搁较香。两个，卖千卖八百卖六百，两个新价钱的两点四斤哦，三百了。来三百，来三百块上面吃鱼翅羹的三百块。拢有啊，来你也收个。你要偌济？你过来甲问者，三百。啊，一个你帮我收个。来，上面食这个芋桂，芋桂一包，芋桂两包，芋桂三包，三百、五百、一百。来一百啊，来哦。芋桂够两百来无？芋桂。要两百啦。芋桂还有人要吃吗？一百块。哎，一百啊。芋桂一包。哎，一包。够两百食台式咸酥鸡一包，一包两包五百，唔免五百。一样五两，哎，两百五，台式咸酥鸡两百五，哎，有啊，好，谢谢。鲑鱼尾段，鲑鱼尾段，鲑鱼尾段，来，你把你倒上。鲑鱼啊，头一千八拢卖啊。鲈鱼千八两啊，鲑鱼好，这个两啊，好啦，姐这么辛苦。来，伊这是阿嬷伊的尾段吼，来，这种的真正的就好啊，这无卖无价的，花你五百，两地花你千六，免三百两。来三百，这地够你，这地够你，三百块而已。有人要吃鲑鱼尾段嘞无？三百块，啊，这里用不了，得做问。啊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得做问。个人要吃鲑鱼尾段嘞无？三百。哎，三百啊！这真正嘞做好吃哦。个人要买两袋百块吃看卖，一百五。百块嘛是会当买啊。哎，试试啊。拢有啊吗？阿姊，你敢买来？有啊，谢谢。一百五啊。对。旁边啊。百五够买起来无？大家过来，一百五两袋。八五个买来无？真正好吃啊，真正的尔，拢有啊。有。我这清理一下哦，桌顶拢无味啦。下加因为我写就好啊，下几秒啦，下几秒。啊，你把我倒加加，你帮我倒一杯先，好啦，收起来。来咯，一千八要吃啊，来三百我咯。来三百咧。来卤鱼先咯，这拢无饲的，这拢无饲的，嘿，这拢无饲的，这当个用煎的用做，这一袋鱼啊，这两袋就五百，来三袋就四百块，四袋就带一千啊，三百咧，三百啊。纸箱的。哦，这个多哦，纸箱的啊，可以。三百够要吃无？这拢没有试的，拢没有试的，一支拢无。最后搁一个沙发买买，好不好？沙发，他讲你家己。好无，好无。啊，我还退了，你先买进啊。啊！你别看我，你看我准备要下楼底无？凊彩收掉啊！看你啊！我感觉咸鱼肉袂歹，你咸鱼肉下下，就看我甲你斗起啊！你边啊是啥物？我袂记了，我看着我输着。谢谢。好，唐瑶。是啊，恁过来讲，恁鸡腿干嘛给来这边？过一下吧。过一下吧，马仔，马仔就搞，来点。来，葱肉馅饼哦，葱肉馅饼。啊，靠腰啊！你遐恁爸重点无卖啦，到遐礼拜我来啊，一箱啦，你遐揢咧，保证人家请我烧饭。我即阵仔遐揢出来，逐工的啦，逐工就是收了了啦，无甲你骗的啦。哎呀，来啦，你有人要食鸡腿准吃啦？我若看你三百二啊，我拢唔免啦，一个人一份两，拢无啊，两百我。两百啊！
我等下哦，我等下要发干杯哦，你一定要伫我这买干杯。我干杯要刷啊，吼，真正全部坐啊，我甲扫单全部坐啊。伊这鸡腿无骨头，要食麦沙巴，真正的做好食拢无骨的，两包。两支啊，两包啊，三支、四支、五支，今仔新加钱，搁加一支，搁加两支，这支搁来一个人做咩？无骨的哦，足香的，两包嘞。哎，两包啊！有人要食鸡腿无？两包。啊，这你要食哦，这真好食啦，这无骨头啦。你若爱食这，你若无爱买。我不会。你买两包啦，好不好？两包啊，两包啊。这边无应酬啊，两包拢有啊。啊，咱话收起。你过来讲咩啊？啥？沙茶牛。沙茶牛啊，是你甲帮忙。沙茶牛。阿姐，你是来买这好不好？这全家的，买几包的？哎，搁一箱的啦。下骹一箱不是啊？两箱的。哎呀，准备上架，这花是对用抢的啦。哎，你干杯，待下要吃啊痛啊！来，你咧白人要食这无？有诶，下手，好食歹食，甲人家讲，好食无？你无甲伊串诶啊？刚才我即阵仔水饺卖偌济出嚟，你知道？卖真正恁想袂到诶啊！我嘛毋知讲即包水饺居然卖到遮好，我嘛是惊着。一包五十五粒韭菜加猪肉，三百五包面五十五粒，你咧一包两包三包，甲你呛声一百了。一百块，两个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要几包？甲你讲啊！三个，一百啊！要两包？甲你讲啊！二啊，二啊，一百块尔。一百啊！来啊！一百块要吃无？韭菜的。啊，收无？三包的收无？收无？赶紧过去！刚是迄纸箱的咧。纸箱那边收好。来一包嘞。好，你先过过去。OK， 来一包。OK， 我给最后一千块无。最后一箱哦。来，就一百块。一百啊！好一个啊！你买无吃好吃，最少一粒无两块啦，无甲你含潲的啊。两包。OK 的。